这么大的企业家跟着我们受苦遭罪啊，一高一矮，一黑一白，不比身材，我们比一下就是谁的企业做得大，肯定是梁总的，不用说。还好，这一趟是非常有意义的啊。记住我们来的初心是什么，就错不了。两位优秀的企业家跟随我从江西来到湖南，一路跋山涉水，深夜时分终于抵达了目的地。先行抵达这里的是两位海归美女，她们是服务三龙的高材生。就从后面走嘛，真的是巨黑，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。老板快点把外面这个灯关了哈，我让他们感受一下。他们刚才说我们，他说这里关了灯之后是伸手不见五指，在黑暗里面他们两位可能没体验过，非常害怕。等到我们深夜11点多我们才抵达，关上点自己闪电关掉，这里也没有灯，刚才巨黑，这边又是深山老林。我跟你讲，那个黑就是上面那种黑，你要上去过去一下看一下，感受一下这种伸手不见五指的感觉。 是真的，我没有。最主要这里比较偏僻，而且很安静的地方，又是山脚下，所以他们两个女孩子很害怕。而且你看，他这里也给你开灯了。我们刚才这里全是黑的，老板是整个就睡觉去了，我真的。然后这个走廊也没有灯，这个走廊也没灯。老板不睡觉呢，他等谁呢？哎，我刚才的楼梯这里都差点摔了。在这里摔跤啊？他没摔，就是差点嘛，我就接电话，然后他没照明。今天是带着企业家来住这种环境，真的是太磕碜了。我记得我在洛阳小浪底水库边上住过30块钱一个晚上的，然后那个旅社里面都有那个厕所，枕巾上面都是毛发。老板说在门后面。这个80块估计要好一点吧，跟着我们进去瞅瞅。对，哇，这个房间谁的？刚刚我们房子灯也坏了。哇，没卫生间，我啥也没有啊，没卫生间，就一个床。卫生间在门后面，统一的卫生间。看到没有？下面的这个床在这里。哦，是你的房间，可以啊。我们房间床都烂的。床都烂掉了。我不是给你看了吗？瞅瞅，感受一下你家烂床。哎呀，你们最好的一间房间拿了还烂床。这里可以住点。这不是最好的一间房间吗？看我们的床头柜，自己看一下。刚刚这个灯是坏的，重点这个灯已经换了两次。老板上来修了两次。是，而且是搬着他那一个已经瘸了一个腿的那个摇摇欲坠，我就把他抓住，我说你能修吗？你帮他转楼梯、啊。我好害怕，你知道吗？反正就是过来修，疯狂修，但是起码能住了。现在来了几个爷们，是不是感觉有点？啊，心里踏实了。刚刚是有阳刚之气的，没有一点声音呢，就只有鸟叫和狗叫。双人间这了，这个是双人间。梁总你就，就我们两个人住这个。你住第一间还是住中间那间？我来守门吧。你住中间那间，没事，我当门卫也没关系。我来当门卫，你住这间。我看见哪一家环境差一点。我来学学麻将的能力。我觉得这个环境确实有点像那个小旅馆似的。按照正常的收费呢，60块应该不会超过，但是他这里收了80。这里是吗？你住这里吗？你确定？这玻璃都烂掉了。我这里好剪视频，好工作。你确定吗？袁总，给他郑重介绍一下，这件衣服据说是穿了。一个月的，应该说每次见到他都是这件衣服。是，这件衣服看上去不咋地。这件衣服挺贵的。多少钱？2000多。2000多？啊，你看一下这个。这个标我没见过。蒙可。怎么穿在你身上就像20多呢？我以后我穿99的，你又说，然后我就说买一点好一点的穿，结果还是成那种99的。这鞋不错。这鞋也贵啊。多少钱？那鞋9200。啊，没用，穿我身上。99包邮吧。是，你看到没，真的是没骗你，我给发票给你看一下。丢屌。900多是吧？9000多。真的九千多？真的九千多。哇塞，那有什么，你看
所以我不适合穿这种东西啊。他穿什么都像九块九包邮。对呀、啊。作为一个企业家哈，一个企业老板，就是这种环境有多少年没住过了？哎呀。还可以把这条件在山里面，我觉得这个环境真的有点差，这个床好像摇摇晃晃的，这个床真的有点差，关于这个被子好像也这个太单薄了，这个被子看上去硬板床，嗯，它是硬板床，嗯，但我觉得还行吧，在山里面你这条件应该也不错。有多少年没住过这样的？好久没住过这种的吧，原来估计在那个叫做车站旅店原来是这种、这种条件，汽车站、火车站，对，一般是汽车站门口是这种条件。嗯，那是真的好多年前住过这种房间。哦，这个条件没住，真的现在很少看到这种条件的床了。你看这种床，作为我们泰和乌鸡，龙头企业，跟着我们来遭这个罪。希望你能今晚做个好梦。今天有点累了，估计也能睡个好觉了。自己的房间调整一下。好。还行。这辈子没看明白。我给你剪了枕头。啊，一个头发，我靠！有人。行，我帮你拿掉啊。我给你拿掉了，给他洗过了一遍啊。我给你看一下电视，没用啊。这个电视也是。至少还有一个空调，给你做看一下了。可以，这空调不错。那就委屈一下我们梁大老总。好，早点休息。好，不打搅了。谢谢啊。真的是难为各位企业家。好了，早点休息。